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荒野女巫。好，这次玩的角色呢是安，对，是使徒安。哎，我这次是不是颠倒过来介绍啊？先介绍皮肤，再介绍角色。好，哎，这是职业还是角色啊？对了，安应该是他的角色吧？职业的话，应该安应该不是使徒，应该不是他的职业吧？如果是他职业的话，那也太炫了吧？好，我这次跟我搭档的是杰克。好，然后敌方就哎被压板了。本场介绍一下：咒术师、前锋、打剑员、祭司、勘探员、囚徒、玩具商，还有佣兵。好，直接做踩这个跳板走掉，是不是？玩具商就这么讨人厌，你知道吗？好，可以哦，拼一下。哦，跨过去，他的踏板不见了。他现在丢什么？他要丢什么？不是什么好东西吧？哦，是的，是个好东西。他居然用海神怀表，太扯了！怎么办？要耗掉一点时间呢。人呢？看一下我的帽能不能锁定到他，锁定不到，差一点。好，他上去了吧？他确实是上去了，然后又翻过去了。然后杰克打到玩具商用误认，太帅！好，不错哦，这个好的开始。那就让杰克针对玩具商了，我来打勘探员。好，然后另外边这边还是谁？佣兵是不是？好吧，我又换角色了，我又换目标了，我要用针对佣兵。想去哪里啊？想去哪里啊？好，香水也不见了，然后呢又用了护肘，有没有很亏？超级亏，好不好？好，继续追佣兵，再打一下我就能用二技了。好 ，OK， 来吧。哦，这边有一个人呢，直接踩到两个人，太帅气了。但是只能择一而打，我选择打佣兵。虽说佣兵不太好攻击，但是其实要看，对，对于安来讲话，其实他护肘基本上没什么用。好，他要倒了。哎，他垫哪里啊？囚徒在垫哪里啊？哎，还想买东西呀、啊？先抓小孩放椅子啦。好，荒野女巫呢？不愧是我目前最爱的紫皮，因为我只有这个紫皮。好了，我有孝肩夫人，对，我有孝肩夫人。但我觉得荒野女巫呢比较有感觉，有一种森林风的感觉，在这个湖景村里面呢，特别的对融为一体，是不是？好，买个东西，买个回复机。好，就上这边倒数，应该要被救掉，救掉了，救掉了，而且被打到了。前锋救掉之后呢，能不能再打到前锋嘞？还是直接就锁定玩具商，应该是吧？前锋如果在旁边一直牵制的话，有可能，好像可以打到前锋，是不是？这是谁啊？玩具商哎、欸，倒在这里耶、欸！哦，杰克被电了、欸，闪闪发亮，金光闪闪，好，非常的漂亮。刚杰克亮了一下，好，这个要守一下啦。佣兵虽然被救，但是要守一下玩具箱喽。先让他飞吧。有人要来吗？有耳鸣，但是不敢靠近。好，太棒了。我们现在来针对这一区，看佣兵会不会继续在这里。好，算了，我来看破译的好了。这边有没有在破译？破译的进度有点慢，所以我觉得这局应该。比较容易赢，对。有人吗？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。而且我喜欢这个角色皮肤的造型的这个猫的造型，因为猫看起来有点肥。对，我喜欢肥肥的猫，我不喜欢瘦瘦的猫。对，好，虽然肥肥的猫会让人家有觉得跑得慢的错觉，但是实际上呢，它跑得并不慢，它可以跑很快，然后呢，也是算是运动的一部分，所以呢，一直让我的猫跑起来呢，会有一种有没有正在运动的感觉。应该说正在减重的感觉，他上去了，可恶！我的猫，我的猫，没办法往上走。好，他来喽，他来喽，他来喽！喷香水，不错哦。好，翻过去。好，再来给个猫，哎、欸，这边吗？是、欸，咬，有咬到吗？不知道有没有咬到哎、
哦，有咬到哎、欸，其实有咬到的。打，刚好猫的效果不见，他运气真的很好。好，哎、欸，我只打了一下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我只打了一下、欸，哇，可能要再花时间追他。这样的话，可是破译机没破译，哎、欸，太棒了！乌刃要中一下。最后看路石，我打倒了，打倒了。好，我来马上追别人。这是咒术师，哦，直接用魔术棒哎、欸。好，我的猫没扫到，有点可惜。没挥到，有点可惜。刚刚可惜了两次。好，他要过去那边，没关系，我们现在能马上来转点。这是佣兵，我上过椅子的先。是不是？是佣兵吗？哎、欸，这不是佣兵，护走这杂技呀、啊，是杂技演员呐、啊。先把技能封掉。好，打扰了一下，抽到板不错。好，继续咬到，可以哦。第二下应该没什么大问题。来，好，第二下。再来第三下，他上去又会翻吗？直接翻，非常果断，没有任何的犹豫。好，从那边应该能扫到他。可恶，差一点。好，拉回来，还是咬到了嘛？是不是？哦，再一下，我可以跳哦，很帅嘛，我也会跳啊。好，倒地，抓到了杂技。哎、欸，只飞在玩具上是不是？而且破译机破译掉了四台了。好，我们要必须加紧努力了，是不是 ？OK， 这边看一下，我们要再破译，先买个东西，买个强力剂好了。好 ，OK， 继续看一下有没有人在破译。哎、欸，破译掉一台了。糟糕，不太妙。哦，看到了。这谁啊？勘探员，这个一直会变，丢磁铁之后头发就会变长了，这是什么角色啊？应该是某某联动角色吧？我觉得还蛮有趣的、欸，就一辈子不会担心会秃头的男人。好，哎呦，被弹开来了，好压一下，分。小心哦！嘿嘿，我看到你了。这时候就不要这样魔术棒了，你知道很亏的。好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哎，没有，我只打一下，是不是？好，我只打到一下而已。好，咬到，差一点。转换跑道。哎呀，可以，直接正则啦。我只是凭感觉挥的而已，我没有很认真的在挥，我只是凭感觉。对，居然被我挥到了、欸，这算是运气好。对，纯粹就是运气的问题。好 ，OK， 勘探员也在倒数了，现在守一下。好，我的肥猫到那边定点了，就是现在。什么叫完美的防守？直接走掉！哎、欸，他可以，其实可以救的，但他没有救，他直接走掉。我挥刀过早了，我可以再挥晚一点，但是无所谓，反正他已经错失良机了，他完蛋了。我跳，再打一下，太棒了！再跳一次，还没结束，你完蛋了。你这个呢，技能放的时机是很不对的，巨亏，巨亏无比，然后直接放地下室了。地下室呢被救援的这个可能性又降低很多了，而且没有祭司了吧？哎、欸，祭司还在啊，我以为祭司已经死了，结果居然没有。好，我们现在先上来，然后10000块了，能买的都买一买，是不是？哎呦，在追谁？打到囚徒了，干得好！好，助燃加速都买一买。那他放在这附近吗？一起守。是不是就完美了？是哎、欸，一起守，是不是？既守囚徒，又守咒术，
我应该先走囚徒才对，因为毕竟他在平面的。救掉吗？正则。好，达到了。再打一下。OK OK， 非常棒，非常好。行啦，直接倒地啦。宙斯飞掉。好，又被电了。这个时候放电为什么？我觉得没意义啊，因为这时候放电等于是浪费掉而已耶。他这样没有逃脱手段，如果他下次被救的话，还是他要飞了？他要飞了吗？哎，他要飞了，难怪能把用的，原来是要飞了，所以把该用的都用一用。好 ，OK， 这是谁啊？快破译掉了。哎，哎，好，算了，我先买个东西。再飞掉好像就是平局了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就是赢了、欸。祭司飞掉就赢了、欸。小喵过去看一下。哦，赢了。好哦。好了，现在看一下其他的电机。似乎没人在破译了。哎、欸，还有三个人，再怎么样应该有人会破译吧？哦，有耳鸣，有耳鸣，有耳鸣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在这里吗？看这个样子，应该是杂技吧？哦，是杂技。好，我刚刚找到了一个人，是谁？哦，佣兵受伤了，杰克找到佣兵了，然后我找到杂技了，打一下喽！好，继续追，看你有几颗球，你还有球吗？我好像还有哎、欸，一颗红色的球，好，被烧了，哎、欸，荒野女巫被烧，整个很痛哎、欸，因为整个是森林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这个。可燃物，你知道吗？都是木头的，都是树木的感觉。然后猫也很不耐烧，因为猫是毛，毛很多，所以被烧掉整个就是很残忍哎、欸。可恶啊，又烧我一次。不过他不是烧猫，他是烧我本体。好，他是烧我。好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嘞？他球很多的感觉，好害怕，好害怕。虽然赢了，但是还是很害怕。哎呦，还有球哎、欸。好，我过去踩一下好了。缓速吗？好，这是缓速。你还有球吗？把他球耗掉，原来是那么开心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他没球了，没有球的杂技。好啦，打。那这球用完了，没有球的杂技应该就感觉好像不厉害了，是不是？是哎、欸，真的不厉害了。好，哎、欸，都打到了。杰克厉害哦，猛哦，好，这局全灭，意料之外，谁都可以惹，就是不要惹还没吃晚餐的人。